口才一定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。你的核心不是练口才，你的核心是让自己的脑子里边装东西。你为什么不敢讲？确实是因为你讲的少。但是你为什么讲的少？是因为你真的讲不出来。口才的背后是什么？口才的背后是你真的有文采，你真的脑子里有东西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你才能够阅人无数。很多人说，张老师，你学过演讲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。演讲的核心真的不是演讲，演讲的核心是肚子里有货，脑袋里有东西。你的核心不是练口才，你的核心是让自己的脑子里边装东西。脑子里边有东西，那么你如果只缺表达，这件事情并不难，多去讲就行了。你得到的正向回馈很多，那你就越来越会讲。所以一定是建立在什么？你有输入的情况下，你才能怎么样？输出。所以很多人说张老师高能的输出，各位，我为了保持给你们高能的输出啊，我不能停下来啊，我必须要不断的输入啊，我不断的输入，不断的高度的归纳和总结，我才有资格给你们输出啊。所以我也是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啊。如果你的储备足够多，你有一桶水，你给别人一杯水，容不容易？可是如果你只有一碗水，让你去给别人一桶水，你就给不出来了，你当然不敢讲了。扩大自己的认知，改变自己的思维，拉大自己的格局，好不好？很多人说张老师，我请你吃饭，各位，你请我吃饭，我可不可以不说话？不可以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是想请我吃饭吗？你是想听我说话吗？对吧？你既然想听我说话，不一定要请我吃饭吗？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张老师把想说的话、最精彩的话、高度的归纳和总结、干货都放到了我们365的课程里边。如果你对商业感兴趣，你对创业感兴趣，可以下张。